好轟烈啊，大家拉扯得咁緊要，因為其實愛情係應該去享受，令大家都舒服，令到大家都成長，令到大家都活得比之前係更好。咁我覺得呢啲先係真正愛情。咁因為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啦，呢個構思啦，所以就寫咗最近呢一隻嘅太太作品落嚟。咁希望大家可以令大家都會愛得比較識去愛啦，點樣去令到自己愛嘅人開心，亦都識得愛自己。祝大家。Thank you.